大家好，这是由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所提供的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的一部分，这就属于管理学的课程。我叫做王志远。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将会跟各位进入到管理学的第五讲策略的部分。首先，在谈到策略之前，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各位可能会玩到过的一些游戏。例如像一个热门游戏叫做《三国志》的，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们常看到玩家必须要假装自己是任何的一位将领，要带领着部队来朝向打天下的方向来努力。在这个时候，这些将领们必须要想清楚，我到底目前我要打的方向是怎么打？我是要先把哪些的城市打下来之后，再往什么地方前进？以及在这个中间当中，必须要进行哪些的准备的工作？换言之，你要成为一个好的三国志的玩家，你必须要有能力好好的计算一下接下来我要进行的行动。另外一个有名的游戏是模拟城市，在这个游戏当中，玩家必须要扮演着市场的角色。在假装你是市场的情形之下，你要思考一下，在这个城市里面，我必须要盖哪样的一些交通设施，在什么地方，我必须要盖什么样子的一个交通的建设，或者是娱乐的设施，例如像球场等等。同时，我必须要课征多少的税收，才能够在不影响我的居民的城市满意度的情形之下，给予我最多的资金，来建筑一个让大家都会觉得高兴、快乐、宜居的城市。在这些游戏当中，所谓的一个胜利的关键点，都在做所谓的策略的规划跟执行。那么，什么叫做策略呢？从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策略，它所指的事情是我们在描述一个组织，它怎么样子来进行它应该做的事情，怎么样子来面对竞争对手的竞争，以及说，它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吸引并且满足它的顾客，进而达到组织的目标。而策略管理是什么呢？策略管理所指的就是决定组织长期绩效的一套管理决策跟行动。这些管理决策跟行动本身所关注的，就在于说，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规划出来一个适当的策略，并且加以执行。在策略的部分来讲，当我要去吸引并满足顾客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常见到的名词，是我们会碰到的。这个名词叫做营运模式。所谓的营运模式，指的是企业它本身赚钱的方法。在策略规划的范畴当中，企业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一，我必须要先能够定义出来我的一个赚钱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我的营运模式。另外一个重点是在于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成功的实现我们公司的一个营运模式。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管理我们公司的策略呢？好，策略本身它是代表的是跟绩效相关的，任何的一个公司来讲，它的一个绩效表现会受到它的一个规划的影响，而策略就是属于规划的一个部分，它泛指的是来自于是一种广泛性、较为全面性的一些规划。然而，计划有时候会赶不上变化，因为环境本身它不断的会改变，一改变完之后，我们就有的策略可能就不太能够被适用了。因此，在这种条件之下的时候，企业本身必须要随时的监控环境的一些改变，而适时的进行一些因应策略的发展。最后，策略是作为组织分工跟资源调度的基础。组织的分工跟资源的调度，必须要取决于企业它目前在什么地方，以及要往什么地方前进而决定。在这种情形之下，策略自然而然是日后作为组织分工跟资源调度的一个基础作业。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进行企业的策略管理呢？一般的流程是，首先，我们必须要先定义一下组织它目前的一个使命、目标，并且来试图发展它的策略。接下来呢，我们要分析一下组织本身所面对到的一些外部的环境，以及组织本身相对于我们竞争对手的一些优点跟缺点。这两个部分综合起来，就是我们俗称的 SWOT 分析了。通过这样子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来去发展出来我们的一些策略。接下来发展完毕之后，就是我们实际上面去落实策略的一个过程了。在落实完毕之后，我们要评估一下，透过这样子策略规划之后执行下来的效果到底好跟不好，作为我们日后去改善我们策略的一些基础。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组织的使命、目标跟策略的部分。对于任何的一个组织来讲，首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这个组织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那么，什么叫做使命呢？使命指的事情是组织存在的理由或者目的。对于不同的组织来讲，它存在的目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例如，像学校的目的可能是教育，政府的目的可能是服务人民。而对于企业来讲，很多人最直觉的反应是，企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赚钱。但是，这样子的说法似乎是有点以偏概全的一个状况。因为企业如果要赚钱，必须要问的事情是说，它凭什么能够赚钱？在这种情形之下，企业之所以可以赚钱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企业组织，它可以为这个社会或者为这个消费者来创造出来一些相对应的价值。而这种所谓的创造相对应价值的东西，严格来说，就是企业本身它的一个使命了。那一般来讲，这种使命，我们可以从什么样的方式来探讨呢？当我判断使命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以下的一个问题：第一个，谁是我们组织的顾客？再来，第二个事情是说，我们这个组织，我们提供产品跟服务的地方来讲，是哪些的产品跟服务？这些产品跟服务，我们会在什么样的地点的区域来跟我们的竞争对手来做竞争？然后，在这些竞争的条件之下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定义我们组织追求的目标？是来自于我们要追求的是不断的一个营业额的成长、市场占有率的扩大、财务的稳定，还是来自于说获利的一个极大化？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企业的一个定义策略的方向。再来，企业的一些哲学和信仰的部分，也是我们必须要被列入考虑到的。例如，像以 Panasonic 为例的时候，Panasonic 是一家制造电器用品相当出名的公司。这家公司目前所发展出来的一个使命呢，只是在于说是它必须要在2025年的时候能够达到协助这个世界去减低它的一个碳排放量这样子的一种目的。为了达成这样子的目的，它逐渐的向下延伸完之后，它认为说我们应该可以发展出来。用节能的技术作为我们产品跟其他竞争对手差异化的一个重点，同时为了节能减碳这个东西本身涉及到的，并不只是在于家电用品，可能也涉及到绿建筑的开发或者蓄电池的维护，乃至于太阳面板之类的一些发展等等。在这样子的思维之下的时候，他就利用所谓的一个来帮助全球减碳这样子的目标，去构筑出来他所该发展的产品，跟他可以策略合作的一些伙伴对象。跟领域的部分，再来，企业本身它的一个组织的科技，或者是说它本身的一个竞争优势跟核心能力等等，这些东西它也是组织存在的理由跟概念的一个部分。同时，我们是否对员工的一个态度，也应该把它列为我们组织的一个目标，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议题。在定义完毕企业的一个组织它的一个使命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来自于外部的环境分析了。在第四讲当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对于一个经营者来讲，经营者本身他会受到很多外部环境的一些制约。这些外部的环境通常来讲，可能包括例如像是政治、经济、社会变化、人口地理的变数、科技的演变，乃至于全球化这类的东西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企业有利的一些趋势的改变，这样子的外部环境，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企业本身所面对到的一个机会。而这些外部环境的演变，它如果对于企业来讲是一种比较不利的状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趋势列为是一种威胁。回到刚才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电信用品的市场里面来看的时候，在现在来看的时候，好，全球本身目前发生到了一个地球暖化的现象，因此，不管是从社会的一个环保组织的要求来看，或者社会的一些人民大家对于环境的自我意识的提升来看的时候，如何来降低这些用电量本身，是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求。因此，对于很多企业来讲的时候，这些对于节能减碳需求的增加，可能会是一种威胁。但反过来说，在大家要求所有的节能减碳的趋势之下的时候，发展出来一些节能减碳的电器设备，可能就会是一些我们未来的一些可能面对到的一些机会。所以，同样的一个趋势，它对于企业来讲是机会还是威胁，就要看企业本身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准备这样子的变局，跟因应这样子的变局而决定。在外部环境之后，另外一个企业必须要思考的部分，则是来自于自己的一些内部环境的分析。这些所谓内部环境的分析所泛指的
是说企业它要针对自己在目前所看到的某个趋势之下，它相对应于自己主要的竞争对手来讲，它的一个不管是在资源能力的上面来讲，跟这些竞争对手而言，到底是相对有利还是相对不利的？相对有利的部分，则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所谓的企业的一个优势；相对不利的部分，则可以定义成是一种相对应的劣势。而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讲的时候，理想当中我们都会希望这个企业它本身会具备一种所谓的核心能力。这些核心能力，它所泛指的事情是说，组织它能够具有。能够创造出来某种主要价值的能力，而这些主要价值的能力本身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目前所不具有，并且他并不是我的竞争对手，可以轻易的去模仿或者取得了这些部分的能力。像这样子的能力，我会把它称为是叫做公司的一个核心能力。而公司的核心的资源跟能力，事实上在竞争的态势里面，它就是决定我们组织竞争力里面来讲的时候，它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武器。在进行完这种所谓的一个外部的环境跟内部的能力的判读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所谓的 SWOT 的分析了。SWOT 这个字眼，它就是所谓的一个 strength 优势、weakness 劣势、opportunities 机会跟 threats 威胁的一个简写。如果我们刚刚所说的，在外部环境之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导出来企业本身所面对的一些机会跟威胁。同样的，在内部分析当中，我们透过跟假想的竞争对手比较之后，我们应该可以知道我们的组织跟竞争对手相较起来，我们所对应的一些优势跟劣势。透过去尽量利用机会，然后发挥我们的优势，以及避开威胁或者改变我们的劣势这样子的一种思考的方式，通过这样子的概念来协助我们企业去构筑出来我们市有的一些竞争策略。在发展竞争策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善用组织的优点跟外部环境的一些机会，同时我们要想办法避免我们的组织受到这些威胁的伤害，同时要尽量改善我们组织的一些弱势，利用像这样子的原则来发展出来我们企业所需要的一些策略。在发展这样策略的时候当中，我们通常来讲，这些策略可以被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别。第一种叫做公司总体的策略。所谓公司总体的策略，基本上它的意涵是在于说，我们公司它所最适合的进行到的一些事业活动的组合可以分成哪一些。第二种，我们把它叫做竞争策略。竞争策略所指的，则是在某一个产品或者服务的市场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子跟我们的竞争对手进行区隔和作战，以便能够取得更高的一个获利能力。第三个叫做功能型策略。功能型策略用前瞻规划的观点来讲，它是属于在范畴比较小的一种策略。在这种策略型之下的时候，我们多半着重的焦点是在于企业在不同的企业功能的规划跟运作和执行的过程当中，来去达成其最后的一个竞争策略的一个目的。这些功能别的策略可能包括人力资源的策略、行销的策略、财务的策略、生产的策略，乃至于所谓的一个资讯系统，还有创新策略的一些安排与配置。在这些策略规划完毕之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策略的一个具体的执行的过程。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监控环境的变化，看看我们是不是要重新的修正我们的策略。当策略执行完毕之后，我们也必须要检讨一下这些策略规划，它是否真正的有效的协助我们的组织达成了目标。如果没有的话，原因是在什么地方，以便于我们作为未来策略规划的时候的一些修正和参考的一个依据。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在组织策略当中它的各种层级。一般而言，在一个企业的组织里面的策略，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大不同的类别。第一种叫做公司总体的策略，第二种是属于策略事业单位的一个竞争策略，第三种是来自于在每一个策略事业单位之下它的各种的一些功能别的策略。那以下我们将一一加以说明。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公司的总体策略。所谓的公司总体策略，它所泛指的事情是说，公司期望在什么样的产业中发展，以及它要怎么样子在这些产业当中进行发展的一个问题。那么，像这样子的事业来讲的时候，多半而言，我们所泛指的公司，用一般的名词来看，可能常指的是，例如像是一些所谓的事业集团，例如像我们看到在高雄的义大
集团当中，可能有包括像业力钢铁、义大医院、义大百货等等，像这样子的一些事业体。或者我们再往远东来看的时候，可能又从远传、远东纺织、远东百货、远东银行等等，竹繁不及备载。对于像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一个事业结合体，在此被我们所定义成的名字叫做公司，所谓的 corporate 的 strategy 的部分。对于公司层级的策略来讲的时候，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是要先定义出来组织的一些使命跟目标，以及说它必须要思考一下，在未来发展的时候，我们组织里面所有的各种不同的事业单位，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到底该是什么？第一个高阶主管来讲的时候，他的一个决策则在于说，他必须要思考一下，公司在整体来讲的时候，他在不同产业里面，他要的方向是什么？在不同产业当中的一些子的事业部当中，他们彼此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并且来思考一下，就公司或者集团整体来看的时候，他要追求的是来自于成长、稳定，或者是到了该进行到所谓更新策略的层次。好，那么什么叫做公司整体策略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所代表的是统一企业集团当中它主要的一个投资架构。统一这家公司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讲，我想并不陌生。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统一所持有的一些产品，或者它提供的一些服务。例如像在食品类来讲的时候，统一有出产不少的一些食品跟泡面。同时，各位可能知道或者不知道，连在台湾被列为是所谓的一个家喻户晓的国民产品，维力炸酱面的公司维力食品，它目前来讲也是统一公司，它持有33.3%的一家公司。同时，现在的光泉牛奶，它也是在统一公司当中，它持有了31.25%的股份。除此之外，在统一企业来讲的时候，它下面还持有，例如像统一超商、统一生活，也就是康士美、统一速达，也就是宅急便，以及它也持有菲律宾的 7-Eleven 的一些持股，并且它还有投资像统一实业，以及还有做各种的一些休闲开发的事业，例如像梦时代，还有做房子的统一开发这家公司。除此之外，连目前制药的台湾神龙也是统一部分当中持有了整个集团整体持有了将近有90%左右的股份，并且统一还同样的持有统一证券这家公司的一些股份。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的时候，它所代表的事情是说，对于统一企业集团来讲，它是一个涉足到不同事业体的一个竞争的实体。而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统一集团到底它要进入哪些的市场领域，或者是既有哪些的领域当中，它可能觉得不好玩，想要把它卖掉了，或者是说想让这些事业体当中做什么样彼此资源的状况来讲的时候，这些的决策基本上都属于我们刚刚所提到过的这一个公司总体策略的一个类别。好，那公司总体的策略来讲，可以分成哪些的类型呢？首先，对于这些整个的企业权的主导者来讲的时候，他首先要思考的事情是说，就企业集团整体而言的时候，他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一般来讲，这些的目标可以分成三大类，分别是成长、稳定还有更新。以下我们将一一加以说明。首先是在成长策略，什么叫成长策略呢？成长策略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来自于说是，他希望可以透过现在有的事业体当中，他能够扩大他的一些市场的占有率，或者去进驻到一些过往他是未能涉足到的市场领域，借以来扩充它的一个市场规模，以及它本身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的一个数目，进而去追求到盈利或者是营业额的一个总成长，甚至达到的一种状况是来自于说是这些事业体当中可以彼此的一些支援，产生一些综效。那么企业要怎么样子来达到所谓的一个成长的状况呢？首先常见的方法有以下的几种，第一种是所谓的集中化。所以集中化的意义指的事情是说，它专注于在这个企业里面来讲，它最主要的一些业务，来提供跟主要业务相关的一些产品或者服务来达成。像这样子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目前台湾常出现的一种金控公司。过往来讲，早期的台湾金融产业而言，银行、证券、基金、保险这些事业体，他们是各自玩各自的，并没有把它整合在一起。而在金控公司的一个体系之下的时候，逐渐的，很多的公司开始去涉足到过往当中所没有涉足到的一些事业，例如像早期来讲的时候，
华信银行刚成立的时候，只有所谓的华信银行业这样子的部分。后来，他要成立另外一家子公司，叫做华信证券，借来去帮助他扩大到所谓的一个除了一般的存款、放款这类服务之外，还有证券交易的服务。而这些所谓的一个华信集团的部分，到后来他要被永丰余所持有的一个建宏的部分呢，给买下来了。到最后，它就成为了现在的一个永丰金控的一个前身。同样的，我们看到中信金控它这个成长历程来讲，也是有类似的。最早的时候，中信里面只有中信银行这样子的一个公司，以及还有所谓的一个信托的业务。到了现在，它也成立了像是例如像证券的部分等等，而国泰还有富邦也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例子，这就是透过一种集中化的方式来试图去利用既有的一些业务或者客户基础的延伸，来达到扩大市场的规模以及提高我们的一个产品和服务的竞争能力的一种策略。第二种，它叫做垂直整合的策略。所以垂直整合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叫做向后整合，第二种叫做向前整合。所谓的向后整合的意思指的事情是说，他去诟病他的上游厂商。而向前整合来讲，所指的只是在于说是它向前去进入到它的一个原先的通路体系，或者它也可以同时在两种所谓的一个生产链或者生产价值的提供链之下，去涉足到新的业务，来达成到垂直整合的目的。一个典型的范例就是像 eBay 早期事实上它是一个线上的一个网络商城，让大家用竞标的方式，以 C to C 顾客对顾客直接端对端的方式来进行到一些产品它的一个中介的服务，可是，在这样子的销售过程当中，如果说厂商本身可以提供所谓彼此的付款机制的话，那可以更为增加对于它的一个商店端跟所谓的一个买方之间他们的一个彼此的一个方便性，以及更重要的事情是来自于说是通过像这样子的整合，可以帮助 eBay 更能够扩大它的一个营业范畴，也因此eBay 到了后来就把 PayPal 这一家线上付款公司买下来，纳入到自己的版图里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垂直整合的一种范例。第三种成长策略的做法叫做水平整合。所谓的水平整合指的事情是说，公司它透过结合在同一个产业里面其他的组织来进行成长，也就是说想办法去诟病自己的一些竞争对手。那常见的例子当中，例如像是来自于法国的一家彩妆业者 L'Oréal，他到后来把在美国所成立的 Body Shop 公司给买了下来。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我们刚才所谈到过的统一企业集团的事业版图里面，尽管统一自己本身就有做很多的一些速食面，但是他利用像把维力这家公司给诟病下来之后，取得到了维力炸酱面在该面市场当中的一个霸权的地位。同时，虽然统一本身也有做所谓的一些饮料的部分，但是在乳品的部分来讲，它并没有像味全那么坚强，所以它也透过了去入股到光泉这家公司来做的时候，来帮助它去扩大到自己在所谓的个饮品市场的版图。这都是成长策略的一个典型的范例。第四种，企业追求成长的方法，就是来进行所谓的多角化的行动了。所谓的多角化，通常而言是在企业体它感受到市场竞争、利润下滑，或者是它开始要对于未来找到一些新的一些可能一个防御性的方式而进行的一个行为。那么它本身的定义来讲，是来自于说公司它来进入到其他的一些不同的产业，借来扩大它的一个营业版图。那这里面来总可以把它分成两种，第一种叫做所谓的一个相关多角化，第二种叫做非相关多角化。那什么叫做相关多角化呢？好，相关多角化的意思指的事情是说，公司它合并或者购入相关的产业，相关但是不同产业的一些公司。那里面最典型的例子来讲，就是像鸿海了。在2000年之后呢，鸿海它从一家原先做连接器的公司，开始用多角化的方式来去追求自己的成长。他首先开始诟病各种不同的一些，例如像光通讯、手机，还有代工、笔记型电脑、汽车电子之类的一些领域，甚至到了后期，他也跨足到了通讯跟网络这类的领域。那么他的本业出发点来讲，严格来说还是在模具、连接器，还有这些系统整合之类的。虽然他本来来讲的时候，他从以前就是一家代工厂，但是他先诟病来这些所谓的一个不同的产业的之后呢？代表的事情是说，它可以在客户端当中提供更多多元的一些服务。那
就像这样子的方式来讲，因为它本身所有向外拓展的产业都是属于原来的一些产业当中可以共用的一些资源，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像鸿海这样子的 case，把它称呼为是一种相关多角化的典型范例。那所谓的非相关多角化，它所指的是公司借由合并或者购入非相关的一些不同产业的公司来进行所谓的一个事业的扩张。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通常会基于以下的两种目的：第一种是来自于本业本身的成长已经到了一种极限，所以必须要涉足到不同相关产业的部分来讲，能够去找到新的获利的方向；而第二种可能呢，跟刚才相关多角化取得重效的东西不一样，它所追求的反而是来自于是一种所谓的风险分散的原则，因为不同的产业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大一样的景气循环，所以如果可以善用的投资到一些景气循环周期不一样的公司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整个集团去平衡掉它里面不同的一些成长和所谓的一个衰退期这样子的状况，因此可以保持整个企业体它的一个稳定的营收的一个状况。那典型的范例之一呢，可能就是所谓的远东集团了。那远东集团其实最早的时候的事业体是远东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那在成立远纺之后，后来的远纺逐渐购入到了各种不大一样的行业，例如像他投资到了水泥建材的行业，他也投资了百货公司，他也投资到了石化能源，投资到了海陆运输、通讯网络等等，甚至到了后来，他连所谓的一个高速公路的电子收费的业务，他也投资进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他这一些新购入来的事业来讲，除了远东百货而言，大部分的这些事业可能都跟本来的百货体系的纺织体系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但是透过像这样子的一种诟病的使用来讲的时候，它可以达到它用各种不同的一些性质的一些事业体来达到整体企业集团它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平衡的成长，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非相关多角化的一个范例。除了成长策略之外，某些的时候，企业它会采取的是稳定策略。所谓的稳定策略，它所泛指的事情是说，这个组织它去维持现有公司的一些业务的组合。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可能代表的事情是说，它持续的提供相同的产品或者服务给相同的顾客，并且它以追求原先市场的占有率为目标，然后并且试图去保有组织原先的市场占有率或者投资的报酬率。在这种策略之下的时候，组织不会成长，它也不会衰退。通常而言，会采取稳定策略的公司来讲，它的一个面临到产品生命周期可能是稳定的，在稳定期的这个阶段，而短期内它并不大容易去因应到各种的一些潜在的竞争者或者外部科技环境的变动，而对于公司本体的业务造成重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公司本身它的市占率已经够稳定了，很难再加以扩张的时候，那么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稳扎稳打，用稳定策略的方式来确保公司现有的一个营收的状态。第三种公司层级当中的策略叫做更新策略，或者用英文来讲，它叫做 renewal strategy。在这样子的策略采用的时机点，通常而言是在企业整个企业集团它目前整个绩效来讲呈现衰退的状况。当你呈现衰退状况的时候，它所代表的事情是说，可能现在公司所涉足到的某一些竞争的领域，或者公司在某些竞争领域里面，它的一个竞争的能力逐渐的有衰退这样子的现象。也因此，必须要找到新的方法来重新改变。一是来自于事业部里面，它各种在各种的一些产业里面它的一个竞争的方式，或者是二，它直接的来去调整或者变动自己该涉足的策略，或者三，开始找寻一些新的可能可以进入到的一些事业体。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代表的事情是说，整个的一个公司总体而言的时候，它开始有可能会变动到它既有的一些事业的组合，也因此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更新策略。那么更新策略一般而言会有两种不大一样的一种可能的方法。第一种叫做紧缩策略，紧缩策略指的事情是说，当公司目前它的绩效暂时的下来了，但就公司的判断而言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种类似像景气波动而产生的现象，而并不会产生一种长期的一种趋势的改变的时候，它有可能采用紧缩的策略来去暂时的限缩公司的能力，限缩的它的一些投资，来等待景气回春的时候再来重新重振它的炉灶。
然后呢，第二种叫做所谓的一种转型策略。转型策略通常指的事情是说，这个企业组织的总体而言，开始碰到了严重的问题。例如像它以往投入的某些产业而言，开始陷入到了一个严重的衰退期，甚至在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来讲，它可能已经不再会有成长的机会了。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组织可能就需要进入到一些转型的做法。所谓的转型，可能就涉及到它要去抛弃一些既有的一些事业体，或者是重新进入到一些过往当中所没有涉入到的一些事业体。那一般而言的时候，不管是采取哪一种紧缩策略或者转型策略，而企业它本身通常来讲，都涉及到它去缩减开支，并且来重新去思考一下，我该进入到哪些的事业体。一般而言的时候，做转型策略来讲的时候，它的一个成本跟风险也会有可能比紧缩策略的风险来得更高。那这个时候问题又出来了，当企业要进行更新策略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来决定看看我有哪系列事业体要留下来，哪系列事业体要重新进去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工具叫做 BCG 矩阵，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做这样子的决策。BCG 矩阵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由 BCG 顾问群这一家在美国的顾问公司所发展出来的。BCG 是目前在全球的顾问公司里面来讲排名第三的大型顾问公司。在当时，这个工具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帮助一个公司的总体，它来评估一下说我在不同的事业体当中，哪些的事业体该留下，哪些事业体该退出，这样子的一些所谓的一个更新策略下组合的一个任务使用。那么他们的建议是来自于说，当碰到我要思考说哪些的事业该留下，或者我该进入到哪些的新的事业体的时候，我应该思考的是来自于说每个事业单位它目前在的一个相对上的一个市场占有率，以及这个事业单位它所涉及到的市场或者产业，它未来的成长率，用这两个资料来当做基础，来思考一下我到底该怎么样子来重新组合我的事业。依据我们公司目前它所涉及到的事业体当中，它相对于它的竞争对手的一个相对市场占有率，以及说在这个市场当中，它未来的一个成长性，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以下的四种不大一样的一个事业部的类别。第一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所谓的一个明日之星型的策略。所以，明日之星型的一个事业体来讲的时候，它所代表的事情是说，这个事业可能是一个目前正在新兴的一个市场。那么，虽然目前来讲总体的营业额并不会太高，但是未来具备一个高度的成长跟爆发性。同时，对我们公司而言的时候，我们公司在这个领域，目前我们是具备着暂时的一个较高的一个市场占有率。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样子的一个事业的竞争体，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做明日之星型的事业体。对于明日之星型的事业体来讲的时候，公司最好的策略是来自于我要针对像这样子的事业体，我应该要想办法加码投资，希望能够当这个产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持续维持到现在这样子一个相对优势的一个市场占有率，以便当这个市场当中它进入到高速的成长期，甚至成熟期的时候，我能够稳定的利用我的市场的一个占有的优势，来去获得更大的一种营收。而第二种呢，是我们公司目前来讲，我们具备相当高的一个市场占有率，但是这个市场当中，它的成长性已经不高了。像这样子的事业体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做一种所谓的一个金牛事业体。金牛事业体的特征在于说是它成长性不高，但是它是我们公司稳定的一个营收的来源。那么针对像这样子的事业体来讲，BCG 顾问群的建议是，公司应该把这样子的事业体给保留下来，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些多余的一些营收赚进来的钱，我们并不需要大量的在投资在这个事业上面了，因为它不会产生更高的一个成长性。而我们可以把从这个事业体当中赚到的一些收入，把它投资到这边所看到的一个明日之星型的事业体，来继续扩大我们的市占率，或者是我把它转而投入到我们下面一个所提到过的一个会提到的事业体，叫做问题儿童的事业体，来把这个资源当投入到这个地方来作为未来竞争之用。那什么叫做问题儿童事业体呢？问题儿童事业体它所泛指的意思是来自于说这个产业或者这个市场它的一个市场成长率是很高的，也就是说，未来这个市场当中，它还不断的快速的成长。但是很遗憾的事情是说，尽管它未来会高速的成长，但我们公司目前的市占率并不高。为了去扭转这样子的局势，公司该做的事情是，可能要考虑一下，
我是不是有能力去把这个事业体给扶持起来？如果有的话，那么我可能就会把我原先从金牛级的事业体当中赚到的一些钱，把它投资进来，然后看能不能够利用我们的加速投资或者扩大的投资，来强化我们在这一个高速成长的一个市场领域当中的一个市占率，进而等到未来这个市场成熟的时候，这一个问题儿童它可以转型成现在的一个金牛，做我们明日的金牛之用。那么某些时候，这些问题儿童事业体当中，不见得我们公司都可以利用单纯的资源投入，就可以容易扭转到我们在市场当中的一些劣势。例如像可能来自于里面的一些核心技术，我们公司本身并不大具备，或者这些事业体当中跟我们公司其他的一些事业单位之间的综效不够，而在这些事业体当中，它的未来成长性很吃这些团体战这样的一些战法的时候，那么或许另外一种选择是我们公司利用这个事业体现在还有价值的时候，把它卖给其他的一些事业体、一些公司，让他们来在这里面当中做了他们的扩大版图之用。因为这个市场当中，它目前是属于高速成长的市场，所以我们可以在卖掉这个事业体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些较高的溢价，取得较好的一个报酬。好，那么第四种事业体呢，我们一般来讲可以把它叫做所谓的流浪狗的事业体。这些流浪狗的事业体，它的特色是来自于说是一，我们公司目前的市占率很低；第二个，我们公司在这个市场当中，这个市场里面本身它的一个未来的成长率也很低。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事业体它可以称为说是一方面它并没有太高的一个成长的空间；再来事情是说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很好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来自于说是我们想办法把这样子的事业体出脱。把出租的资源拿进来之后，我来重新投入在明日之星或者是问题儿童的事业体当中，来去买一个未来的状况。那典型的范例呢，就好像是来自于说是，例如像以奇异公司而言，奇异公司最早是购下了爱迪生的一个创办的公司之后，成为在电灯泡领域当中的一个早期的进入者。但随着时间的演变，灯泡这个产业逐渐的变成是一个成熟期的产业，成长性开始变低了。而更麻烦的事情是来自于说是逐渐的随着像是在欧陆当中所出现的像是飞利浦这样子的公司，以及来自于德国的一些照明事业的公司来讲，他们也逐渐的可以生产出来跟我们公司差不多的一些灯泡这样子的东西，并且欧陆那边的成长率比美国这边还高。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奇异公司所面对到的现象是来自于说是过往我们的照明事业逐渐的丧失了我们的市场的优势。那为了寻求未来的一些动机、一些更好的成长机会而言的时候，当时腾讯公司的选择是干脆把它的照明事业部给卖给飞利浦公司，而把所卖掉之后得到的资金投入到其他一些他认为更有成长率的一些事业体里面，例如像核磁反应炉的制造等等。在这种情形之下，来去确保整个事业集团可以追求到未来的一个更好的成长的状况。这就是一种 BCG 矩阵的一种应用。在谈完了公司层级的总体策略之后，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事业部层级的竞争策略。我们刚才提到过说，从公司层级的角度来看，公司可能会涉足到不同的市场里面，而在这市场里面，我们会用一个所谓的组织来作为竞争的一个主要的单位。我们把像这样子竞争的单位泛称为叫做所谓的事业部。尽管在名词的定义上面，我们常常会用事业部这样子的字眼来称呼它，但是在实际的工作环境里面来看到的时候，这些所谓的事业部可能它会以一个独立公司的形式来呈现。例如像统一集团下的统一超商，它就是统一这个集团里面它在通路体系里面所出现的一个事业体。而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所谓的一个超商对于统一集团而言的时候，它可以算是统一集团在通路里面，你来讲的时候，它的一个事业部。对于这些事业部来讲的时候，它最主要重点的问题是来自于说，我要怎么样子在我目前所处的产业环境当中去竞争以及获利。例如，像对于统一超商而言，它要怎么样子在超商市场当中去跟全家或者莱尔富之类的厂商做竞争？而在另外一个它的通路体系里面，例如像梦时代，它要怎么样子来跟，例如像是星光三越或者是远东百货之类的公司来做竞争。那么在竞争策略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最主要谈的部分是来自于说，这些企业而言，它该怎么样子来界定它的一个竞争优势，提供它的产品或者服务及目标客群等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它都会有这么多的一些相关的事业体。对于某些企业来讲，它可能就只会集中在某些少数的一些市场里面来做竞争。例如像宏达电，它主要竞争的地方就是在做手机。而对于这些公司来讲，它在该市场当中所竞争的一个部分，也叫做所谓的一种竞争策略。所以简而言之，所谓的竞争策略所泛指的事情是说，就一个事业体或者一个独立公司而言，它怎么样子，在其所处的产业环境当中，跟它的竞争对手来进行各种的竞争，还有去获取利润的一些方式。那么，在要跟别人竞争的时候，首先它必须要能够具备一种东西，叫做竞争优势。所谓的竞争优势，它所指的是说，让这个组织它有超越它的一些同业的竞争对手之下，而得到的一些明显的优势。这些优势通常而言会有两种可能的来源。第一种来源是来自于这个组织本身，它所具备的一些核心的能力，例如像有更快速的一些反应能力，或者是有哪一些独特的一个技术能力等等。第二种则来自于说这个组织所拥有，但它竞争对手所没有的一些资产或者资源。那举个例子来看，一般的建设公司，它可能本身并没有自己的一个银行体系，所以它在盖一些新的建案的时候，它就很需要仰赖来自于自己，它在一些契约安排上面怎么样用到所谓的预售屋之类的机制，或者事先存到了足够的钱之后，再来做所谓的一个开案的动作。因为毕竟一个建案当中，从开案到你完全完售，把钱可以拿回来当中，是需要很长的一些时间的。但对于某些的组织而言，因为它可能旁边还有一些银行的事业体，所以可以利用银行事业体当中来给它一些更好的一些财务上的杠杆的运用，使得它可以比其他同业而言有更充裕的一个开案的能力。例如像金城建设，就会因为有金城银行的一个支援，使得它会有比其他的一些建设同业来讲有更充分的一个开案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一种竞争优势的概念。那对于企业来讲来说，这些竞争优势可能是暂时的，或者是永久的，所以对于企业而言，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必须要能够在该竞争领域当中去发展出来一些可以持续的一个竞争优势。那么像这样子的竞争优势来讲，指的事情是说，它不容易被它的竞争对手所用模仿的方式给取代，或者竞争对手可以轻易的去利用各种诟病或者买入的方式来把这样子的竞争的资源给取到手上。那在取得竞争优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思考另外一件事情了：为什么某些的产业它会的竞争的企业来讲，它会有比较好的竞争优势，而某些的产业却没有这样子的竞争优势？又或者是说，每个企业来讲，尽管它可能都号称是在某个产业里面来经营，但是它可能会有得到不同的获利能力。这个部分可能就可以利用 Michael Porter 所发展出来的五力分析来帮助我们来解答像这样子的问题。所谓的五力分析，它指的事情是说，协助管理者来判断说，企业它目前在这个市场里面，它的一个竞争的方式是否具备足够的一个吸引力，并且可以维持一个好的获利能力。那么一般而言，一个企业它在某个产业里面的获利能力会受到五种因素的一个影响。首先是在这个产业里面，它的竞争者到底是多还是少；第二个是来自于它供应商当中它的一个谈判的能力；第三个是来自于厂商本身，它跟消费者的这个议价的能力；第四个是来自于说，能够提供这些所谓的一个这个产业它的一个替代品的这些业者，他们替代品的提供者当中，他们数量的多寡，以及这些替代品当中对我们公司目前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它的替代能力到底有多高；第五种则是来自于说，是否有一些厂商，他可能有可能可以进入到这个产业里面，只是基于某些的原因，还没有向这个产业里面来进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这五种厂商的数量都会影响到我们企业的一个获利能力。好，那这些因素来讲是怎么样子来影响到公司的一个获利的状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竞争者的部分。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潜在竞争者。对于一个厂商来讲的时候，他之所以可以去获得比较好的一个竞争的能力，可能必须要来自于说，这个产业里面会有高额的一个超额利润。当有超额利润高的时候，就有可能吸引到很多的竞争者会逐渐的有意愿朝向这个方向来进行到移动进来的可能性。当竞争者越多的时候，则代表的事情是说，我的获利空间可能会变少，而这个超额利润可能会降低。但反过来说，如果竞争者的数量较少的时候，
对于这些潜在竞争者来讲，则会有较高的一个吸引力。在这种情形之下，企业它要怎么样子来防止这些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呢？通常而言，它会有以下的一些方法来去避免掉这些潜在竞争者的一个进入的威胁。首先，可能对于企业而言，它可能透过扩大营业规模的方式来去取得到一个成本上面的规模经济的效果，进而再利用自己本身较好。如果有优势的成本结构情形之下，来去阻吓我们潜在竞争者的一个进来，因为当这些潜在进入者在本身并没有一个所谓的规模经济的情形之下的时候，即使你今天可以进来，但是因为你没有取得到规模经济的效果，使得你在成本上面就会得到一种劣势。那典型的范例之一，就例如像所谓的电信业，早期的电信业者多半提供的是来自于所谓的固网这样子的服务，而为了提供固网来讲的时候，固网提供者。甚至乃至于到现在，移动电话的业者也是一样，你必须要有充足的基础建设，不管是在固网的部件，或者来自于机台的扩充。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每次当新开到一些新的，例如像从4G 到5G 的竞标的时候，对于既有业者来讲，尽管说这个时候开放了一个让其他的人可以进来去比赛的一个时机。但很多的人，他本身并不大敢进到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他手上并没有足够的一些机台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既有的竞争业者，他构成了一些规模上的一个竞争的障碍，去阻遏到这些潜在进入者可能的一些进入。第二种呢，是来自于说，业者可以用所谓的差异化的方式来去避免掉他的一个被模仿的可能性。所以换言之来看的时候，乍看之下，好像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进来的市场。但是因为我的产品跟别人不一样，使得别人就算进来之后，他不见得可以抢到我的客源。第三种可能是取得到一些独特的一些配销的通路。第四种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利用到政府所提供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规定，来去遏阻掉这些潜在进入者当中他们进来的一些可能性。第二种则是来自于替代品的威胁的部分。所谓的替代品，它所泛指的是跟现有的产品具备高度相似的功能，但是并不是一定以相同的形式而提供出来的产品跟服务，那么替代品本身它是否可以产生真的替代效果，则是来自于说这些替代品是否可以提供跟我们的产品一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些体验。那具体来说的时候，如果这些厂商来讲，在原产业里面的厂商具备以下的一些条件的时候，则这些替代品的提供者，它的一个对我们这些同业来讲，它的一个威胁性就会降低。一是来自于说，在这个市场里面，消费者对于原有的品牌或者产品之间，它具备较高的忠诚程度。第二种是来自于说，这些消费者他转换到这些替代品上面，他的一个转换成本很高。那例如像我如果从有线电视转移到 MOD 来讲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换约的成本，这就是一种去降低所谓的一个顾客做转换的一个可能性。第三种是来自于说，替代品本身它并没有较好的一个价格的优势，以及第四个，消费者对于替代品来讲并没有特殊的偏好，甚至可能他会因为忠诚度的关系，会比较偏好我们既有已经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第五种则是来自于说，替代品的业者来讲，它本身厂商数比较少，或者是说它本身可以提供的产能数也比较少，因此对我们会有较低的一些威胁。第三种会影响到这个产业的竞争能力，则是指的是来自于说是消费者他的一个顾客议价力。那么一般来讲，如果消费者本身具备高的议价力的时候，他就可能去要求我们现有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来采用降价这样子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一个要求，也因此会降低掉在这个产业里面所有厂商的一个获利的可能性。那一般而言的时候，在以下情形之下，这些消费者。他们的一个议价能力会比较高。第一种是来自于客群集中。如果说客群集中，也就是说所谓的客群消费者的数量来讲比较少的时候，那么消费者可以随时说，你今天不用低价卖给我，我就转到别的供应商的手上来去做一种威胁的手段，进而逼迫现有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来做降价这样子的做法。第二种是来自于转单的成本低，也就是说顾客可以轻易的在不同的我们的竞争对手同业当中进行转移订单这样子的手法，在这种情形之下，会加强我们厂商必须要去以降价的方式来因应消费者需求的一个可能性。第三种是顾客本身具备高度的向后整合可能性，
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今天跟我们谈下来的时候，它的价格并不好的话，他可以随时随地进军过来，用购买的方式来合并我们目前的任何这个竞争对手，进而干脆自己来做。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也会降低掉我们的一个竞争的可能性。以及第四个，我们公司跟其他竞争对手而言，我们之间相对产品差异化的可能性比较低，使得消费者可以轻易的做转单这样子的手法。在这些情形之下的时候，它都会降低我们对于消费者的一个议价能力。第五个，则是来自于说我们上游的供应商的一个定价能力到底有多强。一般而言，当我们上游的供应商它具备较大定价能力的时候，代表的事情是说我并没有办法去用降低我的购买成本的方式来去获取我的利润。一般而言，在以下情形之下，会使得供应商相对于我们具备较好的一个议价能力。通常指的事情是来自于说，一，这些供应商它本身的集中度较高，供应商的来源较少，使得我如果不跟 A 买，就只能够跟 B 买。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因为寡占市场的影响，会使得我们作为产品、作为这些原物料的一个消费者而言的时候，会面对到我们会被剥削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第二种是来自于说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去转换供应商的时候，我这个转换成本比较高，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只好接受这个供应商所提供给我们的报价。第三种常见的状况，则是来自于说是这些供应商本身它有向前去做垂直整合的能力，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不愿意购买它的东西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向下延伸的方式来去消化它手上目前产生的一些原物料，进而去避免掉被我们威胁做降价这样子的可能性。以及第四种，这些供应商本身，他们就是一种所谓的关键零组件的供应商。如果没有了他们，我们很难去购买到类似这样子的产品，使得我们只好被迫接受到它的一个较高的一个报价。最后是来自于说是现有厂商的竞争。当现有厂商的业者来讲，它的数量越多的时候，则对于我们而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大的一个竞争的压力。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最好的一种克服的方式是，我要能够找到我能够去阻遏同业对我造成威胁的一些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或者是说我能够去利用差异化的方式来去跟竞争对手进行区隔。那进行完武力分析之后，我们的下一步一般而言是让企业来思考一下，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我的同业来做竞争。一般而言，这些竞争的方式可以分成以下的三种。第一种是所谓的成本领导策略。成本领导策略来讲，它指的事情是说，我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把我的管销成本降到最低。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可以用成本较低的方式来去跟我的竞争对手做对抗。一般而言，这种成本领导的竞争策略会来自于两种常见的方式。第一种事情是说，我们本身的市场占有率就够高，所以我可以利用相对的规模优势的方式来去取得比同业更好的一些竞争的成本。第二种则来自于是我们公司在我们的经营管理上面有一些独到的一些方式，使得我们可以比同业用更为精简的管销的费用来去达到一样的一个销售的可能性。那典型的范例是例如像在电子业里面，例如像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电子业里面来讲的时候，主机板里面它的厂商来讲的时候，他们的各自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利润率有不大一样的利润率。例如像在当时的毛三到四的时代里面，某些厂商，例如像华硕来讲，或许它可以取得掉较好的一些所谓的毛利率，但对一般厂商而言，例如像技嘉，或者是来自于像是当时的维新等等，他们的一个毛利率可能只有在5%到6%。而这个时候，有一家神奇的公司出现了，它叫做鸿海。鸿海虽然在当时的这个主机板的事业体当中，它的一个毛利率只有3%，但是它可以获得到跟其他的一些毛利率有5%甚至10%厂商而相比较的时候，类似甚至更好的一个获利的能力。因为当时来讲的时候，以华硕而言，华硕虽然有10%左右的一个毛利率，但是它的一个净利率只有3%。而到了技嘉跟维新来讲的时候，它的净利率可能只有1%。那为什么华硕可以做？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之下，鸿海它一样可以生存呢？那是因为鸿海它一样可以取得到1%这样子的获利率。那为何鸿海可以取得到1%这样子的获利率？一方面而言，可能因为鸿海它有更大的一个量，可以透过采购的优势把它的费用给降下来。另外，更大的特色是来自于说，它在管销的一个控管上面有更大的一个独到的优势，使得它可以用
1块钱去做到别人要3块钱才能够做到的优的一个生意，这就是一种成本领导策略的一个范例。第二种则来自于说是差异化的策略，所谓差异化的策略是它去提供一些顾客独特或喜爱的产品，例如像 Apple 来讲的时候。Apple，因为它本身在产品当中，它的品牌里面已经塑造出来了一些特殊的形象，以及来自于说在功能性上面来讲，Apple 的产品将会有一些特殊的造型或者功能，来使得很多的顾客会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来购买 Apple 的产品。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差异化策略的运用。第三种则是来自于所谓集中化的策略。集中化的策略指的事情是说，厂商可能会在较小的市场区隔当中去建立起它的成本优势。或者差异化的优势。那例如像丹麦有一家叫做 Bang & Olufsen 这家公司的音响，他们每年可以获得到超过5亿美元的获利，因为他专注在高级的这种顶级音响的设备里面来做竞争。又或者是说，在现在的电脑的市场里面，有一些厂商会专注进攻在所有的电竞的电脑里面来做竞争。在电竞市场里面来讲，它的一个使用者会更为强化他们需要更好的一些设备，以及更好的一些电玩玩家所需要专属的一些特色，而这些所有的电玩专业的业者，他就会专门的针对像这样子的电玩玩家来开发出来特定的一些电玩笔电这样子的产品，来去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是一种集中化策略的概念。好。谈完了竞争策略之后，接下来让我们跟各位简单的快速谈一下什么叫做功能性策略。所谓的功能性策略，它所指的事情是说，当公司定义完我们的竞争策略之后，我们在产销人发财这些部门当中，我们各自该做什么事情，来帮助我们企业能够达到我们原先所想达到的竞争策略。那这些功能别策略来讲，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像是财务、行销、人力资源、生产，还有创新策略等等。那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例如像宏达电这家公司，近期他们虽然在手机的市场当中表现并不好，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他们的选择的方式是我们开始拓展到另外一个新的事业体，例如像 VR 这样子的事业的部分。但是当我要进入到 VR 这个事业体的时候，首先我可能需要想办法要投资一些新的资金，这些资金的来源我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取得？例如像我用我现在的一个来自于手机部门的闲置的营运资金吗？还是我要来自于利用发行新股的方式，或者我要使用借贷的方式？那借贷来讲，我用短期的借贷或者用公司债的方式。那公司债的部分，我用的是可转换公司债或者是一般公司债。这些选择来讲的时候，就是属于财务策略的部分。而在人力资源的部分来讲，可能也涉及到的事情是说，我们公司是否要聘请一些新的对 VR 有专业的人来去做这样子的开发的动作，还是我可以直接去使用到我现在既有原先做手机的一些工程师来做这些事情。那么在通路上面来讲，当我进入到 VR 市场的时候，我依然是用以往在卖手机的一些行销通路和所谓的一些广告的手法吗？还是我必须要转换到另外一种客群，采用不同的通路体系来去帮助我来销售 VR 的产品？像这一些属于财务、行销、人力资源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所定义的组织内部的一个功能策略的部分了。那我们今日策略管理的部分的介绍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